昨天看到那个麦麦的微信，有一个杯测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报名一下吧。我们没有中到，然后他中了。今天人家打电话过来，就是问我们有没有空，1点钟开始，然后我们就过来了。过来了以后，发现就我们可能以为只是品尝一个新品咖啡豆，然后这样好喝不好喝嘛，对吧？像免费咖啡那样，结果没想到他是 很高级的咖啡豆，说是，1000块钱或2000块钱一公斤的咖啡豆，就是跟着别人学样嘛，就是，一个闻过来，一个感受过来。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菜鸟和学渣来说，真的是这东西在我们鼻子里面真的是差不多的，只有说闻上去好像苦一点，然后闻上去好像淡一点，我居然还闻到了一种 我妈烧菜的那种菜香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全程都是目瞪口呆、JP级的模式。因为后来它需要品尝嘛，品尝的话，大家都是用一个勺子，然后就去勺着咖啡，就是你细口，然后吐掉或喝下去，勺子放到水里面洗一洗。这新店吗？啊，这个。 你要去吗，先？我现在在路边跟你们讲一会儿啊，就是，品测的时候是需要用勺子，每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共6种咖啡豆，每个咖啡豆给了你5杯，那这样子是为了让你测试它的平衡性。接着我们就每个人就说你要勺一下，细口去品尝它的味道，品尝完以后把这勺子放进一个水杯里面洗一洗，就是挡一挡，然后洗完以后继续喝。 现场有十几个人，有30杯咖啡，每个人都要喝一下，然后全部放一同一个两个的水壶里面去淘一淘，哇，就令我，就可能是我比较不能融入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吧。我总觉得不是很卫生，而且现在，说老实话，什么幽门螺杆菌比较多嘛，对吧？我就觉得这样子吃的话，其实 不是那么的卫生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是幽门螺杆菌，你这样淘一淘，喝一喝，再淘一淘，再喝一喝，那就全部的人都中招了。所以后来我拿了个勺子，就一口也没喝。大家都是对于，咖啡好像特别有兴趣和爱好的，像我们这种学渣，就只是说喜欢喝普通的一些意式咖啡的话，好像就太菜鸟了吧，不是那么的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。 唉，学渣到哪里都是学渣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附近另外一家 Manor， 那家 Manor 还不错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家的装修风格还是很不错的。是这样的，在经过了1小时的学习折磨以后，还是要喝一杯咖啡压压惊。Hello，喝点什么？ 就喝一杯小的拿铁。小的拿铁，需要加浓吗？不加浓。好的，这边自带杯子可以减5元。嗯。小拿铁不加浓。我现在觉得还是
Manner 的咖啡最好喝，刚刚好喝的我都忘记拍视频了。你想想看，在上海有一杯非常好喝的咖啡，你自己带了个杯子，只要10块钱，小杯的10块钱，你还可以免费加一个浓度。那你小杯的拿铁加一个浓度，不等于是澳白了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实在太好吃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梅龙镇之前有一个霸王餐，到来跟你们说吧。招牌鱼鲜糊汤米粉，这个就是免费的50元套餐，米粉加上一个什么老味面窝和一些开胃菜，还有两片橙子，看一下。好了，那我先吃了。还好就是需要吃不饱的东西。今天是倒数第二天，明天结束啦。这个美少女的这个展呢，开业第一天的时候我在日本，然后我让我的好舅过来帮我排队去买东西的。不过当天好像蛮混乱的，也没有买到什么我最想要的那个交通卡套，后来是证明只能用一次，所以后来我也是挂闲鱼给卖了。国内这种限定店跟什么展呢，真的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吧。也挺令人失望的。这个还不错，看看这个，他特地戴这个帽子。这边是一个主题的拍照区，大家都排队在拍照片，看一下。哇，这边都是周边贩卖，然后这边的变身棒都是日本的，应该除了那根最长的我家里都有，这根太长了柜子放不下，然后其他的话上次这一组我也买过了，后来因为感觉质感比较差我把它给卖掉了。这边都有，我这边有一些是日本的周边，但就这个和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这些好像都是国内授权在另外印刷制造的周边，款式不是很多，质量也不是很好。你看这边都是授权国内做的周边，然后上面是日本的周边。拆到的地方适合穿小一点，让你看。这个的话感觉怪怪的，就感觉整体比较 low 吧，就是正版的有授权的一种，啊，怪怪的。上面这个 Mega House 的茶友跟核弹还是蛮不错的，中间那个我在日本买来也200多块钱，这边也200多块钱，所以一下子还蛮合适的。这个其实特别的精致，我就放在我们家柜子里面在看的。这个衣服的话也是日本的周边，日本也有。然后这个的话在日本价格卖的也不便宜，这边是400块一套。然后隐形眼镜的在天猫双11我也买了一点，我买了一个木星的跟一个火星的，想要混血感强一点，但是我发现木星这种比较浅的颜色啊，不太适合我这种不太画眼妆的人，看上去有点怪怪的。这边都是一些国产的授权周边，然后是个手机壳。盘子还蛮可爱的其实，但是我觉得也没啥意思，这应该也是国产的。然后这个亚克力的挂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但家里太多了。这个头箍，这个东西是的啊，猫咪的首饰盒，这个感觉质感也蛮差的，就讲不出来的感觉。还有一个雨伞，
这个是购物袋，这个是马克杯，这感觉就是一个官方授权，然后随便你做一些设计的周边，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，其实价格也不贵，39块钱。这些挂件的话，从颜色跟质感上感觉都是不像很正版，但是它又有正版授权，所以说就还是怪怪的感觉。大悦城这个展呢，我觉得也没啥意思，就地方也不是很大，感觉都不能啊，它不是展，它是限定店吧，然后是 Crystal 的一个全线造型。这样第一，噔噔噔，现在我们吃晚饭了，然后第一个菜我已经快吃完了，叫做醉花蛤，就是蛤蜊，然后是冷菜，吃相太丑了，我。我们第二道菜醋溜鱼片，上次我在那个春菜没有吃，是因为那个价格比较贵，然后这家店价格还可以。最后一个菜是菌菇香海参拌饭，看着还是不错的。因为我们是150人的券，然后点啊点啊点，还差几块钱，赚掉了一个鲜奶布丁，6块钱，哎呦，还是蛮划算的。啊，终于回到家了，刚刚下了很大的雪，接着我刚刚去美发店剪了一个头发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前面我爱大悦城，他们都新开了一家 Popo Mart， 然后又盲摸了一只。叫猫叮当还是猫什么猫铃铛，然后想要一只橘猫，然后摸到了一只黑猫，还有两个，然后反正我觉得我跟黑猫特别有缘分，之前神奇动物的盲盒啊，好多好多人物啊，我偏偏也是开出一只魔法部的黑猫。然后买单排队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又买了一个这个的食玩。我本来想要就是有购物篮的或这种纸袋子的，我觉得可以跟原子搭配一下购物什么的，对吧，就这种感觉，就偏偏又摸到了一个，它就是网上购物的这个东西，哦，是个盒子，慢点，只能把它放在闲鱼上面出掉，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原子跟它不是很般配，但这草莓很可爱，这草莓我还挺喜欢的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一天的日常，记录一下我2018年的最后两天。好啦，拜拜，喵喵，拜拜。